嘿，我想给你们看个东西。我想给他们看个东西。这写又没写你名字。我知道啊，但是我想给他们看啊，写我名字，明天给他们看。这个大家都有了，这个早就已经出了。这个大家都有了，是不是太 out 了？我现在才拿到。迪奥，这是我自己在逛，自己买的，他并没有寄给。逛自己买的，他并没有寄给你。他们寄给了我一个，但是在公司。这是我买的，我怕你失落，所以先买一个给你。这是我买的，逛自己买的，他并没有寄给你。我怕你失落，所以他并没有寄给你。所以迪奥对我这样子对吗？你想给大家看看就看看吧。我买到它喽。你会被取笑的。真的吗？因为这个大家都有了、哎、李佳琦被取笑说啊，我们都拿到了，我们都买过到，我们都已经有了，那、迪奥你要还我名声、再给我一根火腿肠，吃鸡的哎飞起来了，刚才飞起来了。那我你还会飞起来跳啊？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把那我给我关起来！看，那全国人民看一下你这个罪犯的脸，看一下你这张丑恶的嘴脸，罪犯！你看你多凶神恶煞，你的。绷带赫莲娜 ，yes！ 我跟你们说，黑白绷带，王菲代言赫莲娜。哎，这个没有对外的，你神经病啊！不会吧？没有对外的，你放屁！真的没有对外的。我现在你知道我已经出汗了，我身上。这是内部消息。啊？怎么办？你看他们谁知道？关直播，下播。没人知道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没有人知道，这都是内部消息。真的吗？我要上直播了，我不来了。他们都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看他们都知道了，你完了，这人家都没有曝光了。哎，我耳朵都红了耶，这别人没有曝光了。我现在身上很热，我 so hot。来，热点喝水。就是、不豆豆都可以吗？五谷杂粮都可以。哎，他已经在洗了。对的，他在洗了，已经，他里面在洗了，已经在清洗了。哎，把那刚刚我们榨好的豆浆给他们看。看到，他在洗了。你没有拧好，完蛋了，事故小助理垮掉用，你没有把盖子拧住，你怎么叫它洗了？是不是因为它里面上次洗太多了，你小助理要垮掉，这个拿一下，下次旺旺一定要来，我真的不会搞这个。他刚刚应该你还没有把豆浆拿出来，你豆浆煮好了对不对？这个是煮好的那台豆浆吗？对啊，他还没有倒出来你就开始按清洗按钮了，垮掉，大家一定要熟练操作。对的，它上面会有说明书，它的所有都是 LED 触屏的一个按钮啊，因为他刚刚这里做好了豆浆，小助理以为它是脏的，他清洗掉豆浆呢，做好豆浆在这里面吗？没有做好豆浆。哎，我刚刚不是打了一个豆浆吗？你在打了一个豆浆吗？有打吗？没有啊，就是这一杯你打好了，你要开始清洗了。本来是打好了一杯豆浆，本来在那边沥出来，我以为你把豆浆已经盛出来了。对的，又垮掉了，翻车现场，对，翻车现场。好了，完蛋了，小助理怎么办？要上热搜了。这个不是，这是我操工作人员操作不当，这个不是。没，不是，这个是因为刚刚我们已经煮好了豆浆在里面，你去把那个倒出来吧，就可能不能喝了。